又系我哋 Banana UK Deco 嘅时间，今日带大家参观呢个单位装修工程正在进行中。我哋由侧门行入去厨房，厨房嘅地板已经做好啦，换上仿木纹嘅胶地板，而橱柜、炉具都已经安装完成，墙身油漆都已经搞掂噶啦。喺客厅嘅位置，我哋已经准备好全新嘅木门。大门同埋侧门都会换个新噶啦。而地下嘅客厕翻新工程已经完成。去到一楼睡房的位置，楼梯位这里会等待其他工序差不多完成之后才会换上地毡。一楼洗手间以及浴室亦都将会完全大翻新的了，我们会等工程完成之后再拍片为大家介绍。而所有睡房都已经铺上无缝的地板，另外，如果你都想为你的家居进行装修、维修改建、待订家私电器等，欢迎联络我们 Banana UK Deco 查询相关服务。